本来想玩阿尼的，但阿尼不太好打小。整个伞，这是最早安排的呀。就新赛季刚开第一个安排的就是你的号呀，哪有什么新欢旧爱呀。
而且百合战你真的有半年没来吗？我为什么感觉好像你还经常出现呢？你应该是经常偶尔出现，但是不常玩了吧？有一说一，这剑真得上吧？情感这版本其实可以玩的，这么说呢？这个英雄就是你一直玩一直练的话，他就会越好玩一点，就越熟练越好玩。W 三减速两个。能打吗？他们都没技能了，完了，我死了。耐心不是硬骨皮，而是我的心。对于皮城的问题来说，我没记错人。
妈的，好缺蓝啊！能不能隔空投一个蓝 buff 过来呀、啊？我急死了！能不能隔空投个蓝？没蓝呢，一点都没了。所以现在吸血又不像以前那么能吸。主要是这个剑魔咱也打不死，就比较烦。我打不死他，他也打不死我。但是我没蓝，他不用好蓝。啊！抢到了。友善是如此吧？他这个大刀还能抢龙的。我这把是中弹，带征服者，因为中弹，中弹带征服者没毛病的，看到人。剑魔盾 A 起来了，好拽，但他拽的时间那么短吗、啊、没事，我带靠，哎，不是，妈的，这狗子的英雄好恶心啊。这狗子的英雄好恶心啊，他跳回去把我一挡了，一挡了就算了，真他妈踢到他小狗上面了。谁说的会踢到他小狗身上的，真他妈踢了。而且他那个小狗能卡我身位，你知道吗？我这里被卡身位了，那小狗卡了我好几下位置，让我多扛了一下塔。主要他那个小狗可以卡我的身位就很恶心。血手600多的，这把不该出血手，应该出15的，毕竟带着不是不灭啊，生命值有点少。师傅打这种菜刀就挺好的。谎言不会伤人，真相。好的礼节要通过耐心，只有懦夫才会逃亡，有耐心才能保命，否则就是死命。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，有你。不能飞我吧？我没蓝呢，哥。
好缺蓝啊，真的。终于你回来了，躺在你学校的炸弹感星空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。不用我们下路，第三出十五不脆的，没毛病的，你出别的装备也落不到哪里去。只能说快速把对手杀掉，而且你也出不了什么漏的装备。你玩清盖，你一直想着漏，那你不就思想出问题了吗？哪能玩个清盖一直想着出漏的？他跑这么痛，再一个破盾的。我的警惕永远不会松懈。最近换了个出反，出完血手之后，我是补十五，就补输出装的。最近补漏装也行，但补漏装的话，开准能力有点弱。我操，队友好像死完了。啊！我的天哪，我被打断了，有点夸张吧，队友怎么死完了？队友咋死完了呢？一个重伤刀，一个破甲，重伤刀破甲，然后一大堆穿甲，感觉要不饮血剑吧，要不饮血剑吸起来吧。自力更生的武器应该更加流行。饮血剑吧，对面重伤出的不是很多，对面这 ADC 有一个重伤。只要 AD 一死，我是能很轻松的把血回起来的。我来抓你。
我操！这狗都把我弄死了，应该能打吧？他们后排被我们队友切完了，技能全交给我了，狗子技能交给我，梦魇交给我，剑魔交给我，技能全给我了，辅助大也给我了，不是我。我有那么大仇恨吗？这样开我。